2023年其实这一年犹如涓涓细流，乱七八糟，进退自如，丰富多彩，各个地方都在忙吗？所有事情都很快速，我觉得是奇幻，收获是感觉心境一直在变吧，更自如了。对，怎么能让自己开心，我反而是拿捏的非常明白了。现在今年开了演唱会，参加很多综艺，然后更多的是都在做那件事的路上。在新年到来之际，少年们依然在属于自己的繁忙生活中稳步前行。大家新年好。历天新岁月，春满旧山河，从狭路到春满，四季更迭，岁月光辉，我们一起并肩走过。12月10日晚上，宋亚轩在结束了《王牌对王牌》第六季当天录制后，连夜赶回北京参加学校考试。12月11日凌晨3点，此时的北京迎来了这个冬天的第一场雪。Hello。累不累？啊？我说累不累？累不累？困不困？走过去至少15分钟，也就是你现在开车是15分钟。由于下雪导致交通堵塞，为了可以准时到达学校参加考试，宋亚轩决定下车步行去学校。接下来要干啥呀？就回去了。今天是最后一期吗？对啊。哎呀，又回杭州了。十分累，你现在有几分累？加油加油！马哥，几点演啊？我不是，我说几点演？7点。啊，我没感应。我本来是准备，因为是刮皮嘛，要把这个头发捋上去。啊，我知道。然后这样的。大概是这意思。这是那种帽子。戴个这个我看看。刮皮帽。不是，你是这个帽子。老头帽。这是老头，我看这个。
你这个可能，这我觉得你得带，因为这我感觉当时的人应该买不起这个东西。没事，待会儿放地上糊一糊，让它油光锃亮。不是，它脏一点，它的材质不行。我想这个像电小二。原野，作者曹禺，谣言者刘岩、马嘉祺、方俊。进屋吧。我这在门外等了好半天了。原因的话是因为我当时说，我说我怎么也觉得我自己演不了这个，然后老师说要不然尝试一下，挑战一下，然后我说也行吧，我说让我试试，我觉得也挺好玩的。其实演员嘛，就是什么角色其实都应该尝试一下，然后要能演得像，然后所以最后就演常武这个角色。也是演了一个老头嘛，他其实主要就是你怎么表现他有一点老态的那种感觉，就老师也教了很多方法，自己排练的时候其实也研究了一些，就是他要怎么走啊，然后怎么说话呀，包括怎么显得他有一点那种狡黠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还挺好玩，挺有意思，我其实挺喜欢这些东西的。给五爷卸妆。给五爷卸妆。笑死我了。小钱呢？你看他。看你说，怎么样？有意思吗？作为观众，挺有意思，对吧？这个很挑战哈。周五那场也挺好玩的，那个是也是很经典，也是草原，叫雷。那就期待周五的演出了。眼镜，你拿过来了吗？马哥今天演什么？雷雨。应该说想跟你。轩哥，你今天演什么？我说你今天演的，你今天演什么角色？什么剧？演日出啊。我的。可以。加油。最好的方式了，但不知道该咋弄。等会儿我先把这些都弄好了，然后这样就合适再戴帽子。你看你能把那边那个刘海弄，那边那个鬓角弄得跟这边这个长，因为你挡着他那个黑色那个头发，然后把他那个里面那个黑的那个头发收到他那个后面，就他这后面还是头发，这边这个头发给到他那个后面。对，你要把他的嘴抹白。啊，还没化妆妆的话，还要给他贴胡子什么的。抹白。贴胡渣，粘，对，就是剪很碎的那种胡渣，粘，还有粘啊，没有贴片吗？贴片的不像呀，那太长了呀。贴片的是小头，对啊，他那个是贴片，他那个是那个，哦，是很沧桑的那种胡渣贴片，没有胡渣贴片。就感觉头老是感觉有云贵川那边就比较好。
困难的地方可能就是跟自己年龄不符，然后跟自己的现实情况不一样。黄庆三是一个很可怜的人，我当时也很可怜。对啊。放了我，我得再苦再累我也活着呀。放开，有人进来别讲没规矩。哟，潘经理来了，进屋进屋进屋。当时也是已经进入角色了，比较沉浸嘛，所以虽然那个片段很好笑，但是自己还是笑不出来。第二次进剧场吧，对，然后演绎这么一个就是很著名的一个话剧角色，对，感觉是一个挺大的进步的，很有新鲜感。雷雨，作者曹禺，表演者王艺萌、马嘉祺、王湘桐。那个周平的话，就是他那个人很复杂，我觉得其实周平是要比常伟爷要难演的，叫我自己感受下来，因为他的经历可能会更复杂、更丰富一些。然后你要怎么表现得出来？就是可能我这个年纪还是需要更多尝试跟理解。恭喜轩轩马哥结束了汇演，正常了。颁奖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呢？好玩的事，这停不掉了。前方红绿灯路口直行，走中间三车道。可以，挺好的。挺好。好。12月15日，成员们抵达长沙，参加动感地带音乐盛典。谢谢。给我看看，给我看看。但是我轩哥一点都没笑场。给我看看。一点都没笑，快。对。快快快快给贺看看。我没看过。马上。我看到了那个，我刷到那个小红书了。不知道我给带起来，我把他带上了。他没笑场，然后把那个服给撕了。看呆了，我直接看呆了。我这是看了你看几个分钟。我看到那个，太长了，我没找到。就直接拉到最后就行了。最后吗？哥，这有吗？我没买到，关门了。好，再看了。我这我看明白了。导播间在哪？在这里。这个中间。我说老师，我是不是真的不懂事？欢爸爸，我还少一步，还少一步，我就在旁边那个侧门那儿看着，知道吗？好尴尬，怎么的呀？同学憋不住，老师吓尿了，但是我轩哥憋住了。轩哥一点都没笑。
他也不敢笑啊。先生，低头的那一瞬间，他笑了一下，憋住。你刚刚一开始是不是觉得你的帽子掉了？你头发没掉？可以带我一起吗？掉了，掉了。你感觉到了吗？一股凉意袭来，发麻，头皮发麻。你是演到最后的，最后了，我呀，这是一个动作。对，我是这样。不是你的表情，我的侧门看着的，你跪的那个地方刚好对着这个侧门，然后他的表情，我这样面，有枪吗？低头子，然后调整好了，然后再把那帽子出去。我那个同学，左林杰，我给你们演左林杰，再次转身。来了，你叫什么？我们第一组的是定声，他就后面过来唱《广电美女》，练好的最后。啊，我的地方在这儿。哎，站一下这个，这个。站站站啊，不对，这边，站站站。尖的怎么办？没有尖的那边，哇啊啊！没有尖的，不是这边，就是这边。没有尖的这边，啊，没有尖的这边，没有尖这边往下插是吧？对对对。哦，对。真这样啊？这样，三二一。自己放下的时候自己按钮是吗？不是，我会在台下给大家按好的，大家直接端上就行。本来就好。好好好，我以为是三二一，二一，可怕！会，哇，不愧是我们掉头皮的小老师，塞这儿啊！上来之前，那个导演，三老师，演员的信念感。好的。我意思是，我们七个人吧，五个人，第一辆车先走，进去之后从第二那个台杆的。马人。对。好好的啊！过了啊。对，然后还有最后的 Andy。最后唱完有。然后何老师就你们就会在定点 pose ending 的时候，然后呢何老师就会接上来结束语，就整个晚会要结束了，然后所有的主持人都会站上来，
我说 D， 这车前带着太危险了，肯定不能是 D 啊，去 C 不行。错了，错，对，全是宗师级的呀，灵魂导师。哦，二六一哈，我知道这个是，对不对？要升又可以。停车道是吧？不是，它是什么？这是它是免费停车位，这个是。这个是脚刹，懂了吗？你看，把门打开，脚伸出去，脚刹。驾驶人未携带人行驶证啊，什么玩意儿？这个叫行驶中起飞，这个叫行驶中要起飞，打开翅膀，你要打开机翼，对吧？要起飞，合理，合理，合理。12月17日，成员们受邀来到澳门，参加2023腾讯视频星光大赏。辛苦了，张哥。小心！
团。哇，好帅啊！好，欢迎我们的弟弟们。是，也请我们的山下兵团做出安逸红毯的选择。哎，大家一起从中间结伴而行过来的吗？一起选了 E 吗？全员 E 吗？全员 E。没想太好认识。哇，预定热搜，全员 E。我觉得还是非常客观的说，我是最一的。OK OK， 好的，我们谢谢我们的时代少年团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故事，感谢各位，也请移步我们的星光俱乐部，稍作休息，我们马上见，谢谢各位，谢谢。真偷的，真偷的。还有一段了。侧身，侧身漂移，就等侧身嘛。现在得甩尾了，甩尾。啊？啊？马上想怎么跑地下？可以第二。啊？不是一把吗？不是一把，不是一把，是一把的。不是一把。来不来？干啥呀？拍拍手。线上的朋友们呢，如果想跟我们互动起来的话呢，想跟任何一个人表达任何的
一句话，都可以随时跟我们分享你的表达，就可以出现在我们的大屏幕上。谢谢，谢谢时代少年团，谢谢。2023年年底，成员们陆续来到海口，参与湖南卫视跨年晚会。成员贺俊霖由于学校课业安排，稍晚落地海口。你们的好六街，刘健呢？罗哥，他去了，他去了。就是马哥在唱的时候，你要弹琴吗？爱到1490，你要弹琴吗？你就不弹了。不弹了，马哥落下来，那个马哥唱的时候，你就不弹了，把琴放下来。到后面也不弹了。再不弹了，就边走吧，就走到那，好吧，好吧，好吧。可以。就是落下来，大家就开始唱，就落下来。刘亚文老师，我的左手边左脚。然后左半个第二段的时候，马哥那段开始跳，然后你那段你得先出来之后，大家就是不嗨就玩就行。哎，打到脸上了。压枪压得好，压得好。这个没事了，应该是。看直播的时候还是会了，还有这一下吧，不然怎么会那个声音呢？加个就 OK 了吗？ OK。好，发出一轮一轮的拍一首歌。
这个上位呀、啊！你试一下这个东西。哦，你要穿破黑暗去了？这个太容易。你相信光吗？老师，这个太容易，这样一按，这样就没了。别告诉我拆，我在高空中我会想拆的。好了，那个韩哥，到时候下周落地之后稍微有人试过吧？试过，这试了好多遍了。在吧？还在？我在啊。啊，还在。就是我说的。他们是从上面，然后我是不在的地方，对，直上直下，直下。上面会不会？我就在这儿吧。不会。我是空中。好吓人啊！不是很吓人的吗？废话。那个是从上往下降。别吓唬他了。是迪迦奥特曼，我下来拯救大家。你要天马行空吗？他大概会升到那个楼那么高。老师说你要天马行空吗？马加奇，天马行空。马加奇要下，那还好。提前解开没问题，就是快到地的时候，或者到了第二天下的时候，但是我稍微晚一点下。好。我们先熟悉五十七十位，然后每一个位置来顺。变身。声音没有问题，我们就 OK， 我们就彩排结束。辛苦了，老师们，辛苦，第一在线彩排结束，辛苦各位，辛苦了，我觉得别在那下去了，太吓人了。干嘛？你们在干嘛？干嘛呀？这是。丁程鑫先行抵达现场，与好六家族一起进行开场舞的彩排。大的位置啊，你这样看太大了，好帅。谁那个慢来？唱，快起来，快起来！装不下了，不用了，谢谢。站不下。这是邓青的。Thank you.
贺峻霖抵达后，成员们一起前往场馆，根据节目组时间安排进行团体节目彩排。就真的唱到了屋顶着火里面，谢谢倩倩，谢谢弟弟，谢谢弟弟，我们走了，走了，走了。去海边了，老师们。好的。再一次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也会勾起一些以前的回忆。会觉得啊，这个世界很小，兜兜转转，都会回到相同的地方，都会回到梦开始的地方。当时还有一种那个少年的幼稚。说得很对的，对。现在如果要喊话，我也可以同样喊这句话。如果还有一次机会的话，我还是会选择这么说。我觉得我说的那句话，我觉得有在慢慢的实现吧，是有更多的人注意到我们，然后也有更多人很多人喜欢我们。觉得自己心态上还是，不管心态上还是感觉身体上都是没有变动，因为一直还是算了选。其实这个愿望，它是我的一个精神支柱，但是我觉得它可能有些时候会实现，有些时候实现不了。因为开心二字其实很难，也不会真正知道什么是会让自己开心的，只会当那个情绪到了，
才会觉得开心，而且每个人对开心的定义也是不一样的，它就像我的一个目标吧，一直都在那儿鼓励着我，推动着我向它迈进。我觉得我做到了，我觉得心境不一样了吧。我也想对以前的我说一句干干就完了。我感觉我们都长大了。我在海边那会儿，我就看那个谁，我就看小贺，他一直盯着那个海面在那看。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所以我就说觉得长大了的原因就是这样。可能慢慢的会有自己想要思考的东西，然后有自己的想法。你会发现今年和我当时那一年会完全不一样，这就是我自己努力，我自己经过自己成长，自己成熟了带给我的东西。自己放飞机看到了，这不烦恼吗？没有烦恼，烦恼烦恼就是明天更忙一点吧，靠近我的耳朵里，怎么样？我都在那儿在忙。浪来啦！我呀呀！这是一个很美好的过程，自己遇到的挫折，遇到的磨练。变成自己的经历，然后再回到这么几年前待过的地方，踩着几年前踩过的沙滩，然后写下自己的愿望，往海里丢石头，应该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吧。对，今年就各方面看得更开一些了，面对更多事情感觉都不一样，去那儿的感觉也是不太一样的。那时候自己会很愁，但现在自己却好像没那么愁了，就是更想去，不想把心思花在愁上。这是我的烦恼时刻，小小的，因为我总觉得比这个更小的时候。好呀，希望明天的小烦恼比这更小。很好的寓意。哇，你怎么这么小啊，石头？因为我的烦恼很小。要。我会比我的石头再大一点。然后我的烦恼很重。多重？重不行吗？好的，六。现在大海里，你要找一块砖头也挺不容易的。我没有什么烦恼。你也可以写你想说的话，也可以。把笔给耀文，耀文在。为什么烦恼陪伴着你每一天？好的。我都在扔掉了，这烦恼是已经成为了我的负担。完了。反正这一次去的，站在海边我没啥想法，我其实没什么烦恼。没有烦恼，没有烦恼，我更多只想告诉自己。因为我的烦恼都是非常简单的烦恼，就不算是我认为的烦恼，确实写不出来。我唯一能写的就是我想做的。我没有什么烦恼，所以这个时候我写的就是自己想说的话，我做自己怎么来，我开心就好。希望大家也可以这样。我觉得每天就是大家干活上学都特别累，回到家呢也没有太多时间可以休息，因为比如明天还得上班上学，压力太大了。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快乐，然后让自己得到充分的休息啊。对，没有人能够一直努力。
这是不可能的。开心就好，第一句话，自己开心就好，不必去想未来，过好当下，做好自己就好。不必去想未来，走好当下的每一步就好。对，我写的是这个。嗯，这几年最大的改变就是会觉得啊，一切要开心最好，去忘掉很多琐碎繁杂的事。为什么会突然会说不必去想未来？因为之前总会说我要给未来定一个什么样的目标，现在会说不必去想未来，因为去想到未来，自己有些时候可能会有很多枷锁在身上，然后不必去想未来，走好当下的每一步就好，之后的每一天都要好好认真的对待，就是好认真对待自己的未来。他只是想在那个石头上写，不写烦恼，想写海的那边是什么？我写的是，我这个没写上，就是开心就好，做自己就好。当时会想，怎么这一年过得这么快？刚我都差点忘了上一年是什么年了。上一年是虎年吗？哦，不是，原来是兔年。最后啊，我的烦恼就是希望明年更忙一点，然后天还快小了，就因为其实烦恼不算多大，我希望明年很多事情更小，就是。烦恼就不说是啥了吧，反正就祝自己明年万事顺心嘛，然后身体健康，过啥都相对近，选了个无，这样我感觉就是这块都不够写，真的不是够三个，哎呦，这个100%写不到，这四年，我们也成长了很多，我们也感恩了很多，也感知了很多，我们发了很多歌，我们录了综艺，我们拍了电影，上学。我们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有开心的事，不开心的事。我说成长，给我们所有人的。回忆一下会觉得，当时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长大了，陪伴着我们的粉丝也长大了。我其实会想的一个画面就是，粉丝们站在我面前说：“哎，我长大了，然后我这四年我要好好的努力，你们也是吧。”然后我们说，对，我们也是，感觉四年会像一个平行时空一样，给我穿梭到第一年。这两年的人物感觉站在了一起，进行了一场时空的对话。幸运的是，我们拥有了这么大的舞台，我们拥有了大家，大家成就了我们，成就了我们的梦想。
团体曲目结束后，成员们此次也将登上花车，与何炅老师、汪涵老师共同演绎歌曲串烧。梅花车就是跟何老师和韩哥嘛，站得很高，很清晰地看到大家，很像我去迪士尼的那个花车巡游看到的上面那些玩偶在上面会给下面人物挥手，我当时在上面的感觉就是这个。离上面的粉丝更近了，这是真实的感受。有两米的距离吧，在内场的朋友们，还有在那个看台旁边那个看台的朋友们，其实离得非常近。你可以非常全面的看到，就是这个粉丝们的这个脸庞。我也能非常的真切地感受到大家的喜欢跟呐喊，这种坐车巡演的感觉还挺刺激的，因为你不知道它多久刹车，不知道它多久启动，所以会很晃，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很好玩。但是那个花车上面还有那个干冰枪，我喷的时候还有点往后杵，你知道吗？那个车不能蹦，一蹦它就快散架一样。当然我最喜欢的是《回家的诱惑》里的无法原谅。好玩啊，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还在台下看师兄们发车，我们向他们学习，然后但同时我们也在读书自己。首先要感谢我们自己成长了很多吧，这四年，然后我觉得也要感谢大家给我们的这些机会。就是那几分钟以后再开演唱会，虽然全场的观众不一定都是来看我们的。觉得可能象征着我们每个人未来都会有很好的花路要走。我是草莓，公主请吃草莓，我是草莓，我是喜羊羊，我是草莓。
康。没有。坐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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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我说错话了呢。坐吧。没有，没事的。不会，张哥怎么会说错话呢？一个谁手机那么丑？公主请吃蛋糕。公主请吃草莓尖尖。啊，在这么多层面，那我就会了。然后就吃草莓尖尖。这盘子因为我一整个吃掉，我让你吃草莓尖尖。很高很高。看，现在上镜头2024第一天就在一起，太好开心了。张哥说的真对。好幸福啊！今年是什么年？龙年。龙年。祝大家轰轰隆隆。好，不平凡，但是平凡也是对的，对，没有对错，是的，严谨。然后呢，就是新的一年，就是希望大家开开心心的，享受自己的人生，珍惜现在的，珍惜当下，过好每一天，然后世界上没有对错，想要去做这个。这位说的真好，张开笑的好。那倒是啊，我都说了，走你自己想走的路，每个人都自由的。Yes sir， 张哥心理压力不行，又打了一层了。来，快说一个，是吧？3、2、1，张哥在想吗？张哥在想什么？什么？你说什么？我先来，龙年行大运，龙行达达，可以，龙行达达。我再说一个呗。那么就新的一年。希望多开演唱会。祝大家新的一年龙腾虎跃，是这样说的吗？可以。还有，你把这个摘下来说。你把这个摘下来说，张哥。挺可爱的，张哥可爱了。不装了，上年装了。我先，张志远，你已经是成年人了，请你不要再。祝大家新的一年龙腾虎跃。张哥唱一个就行了。唱一个。祝大家。徐静，你已经是成年人了。旗开乱世，倒海翻天。张哥潜龙出渊。张哥我祝大家新的一年万事顺意，然后开心就好，你所珍惜的人会永远陪在你身边。真开心。会的。祝大家新年快乐。1月12日，刘耀文前往电影《第二十条》发布会现场。去发布会挺激动的，对，只不过就是紧张吧，有点紧张，好久没见了，再加上，本来就特别紧张嘛。是的。好，期待我们耀文的表现，期待我们票房大卖。加油加油！可以。是包饺子。就是大家一家人团圆少不了的环节，就是包饺子。这个环节主持人会抬上一个桌子，给大家准备好了饺子皮儿。直播一小时。对，准备好了饺子皮儿，没关系，就捏在一块儿就行了，我们也不吃吗？很丑，但是吃。比个心。就是我感觉我就是一个我们这家，我就还就那时候活得很自在，就少了很多束缚。有了。哎，妆化了。哎呀，导演，欢迎导演。张导，哎，老师，韩依然，来。
三二一，大年初一看电影第二十条。啊，又是我。来，三二一，好，可以，再跑一跑，上回走。我也知道你在耍帅，我也没来。那来这个，你快儿子，我吃醋来。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再来笑的，再来一个笑就行了。对对对，哎，好。到了新年，那就再干一年，就骗小孩一样，就是今天干一天，哄完今天哄明天，对，明天再干一天，对，那大后天呢？咱们再干一天，大后天还不知道，大后天再干一天，最后一天了，怎么了？最后一天了，那到了新年了，咱就是不是还得再干一天？是。二月份再干一个。林川金膜，我们家是吗？对，跟毛衣。我怎么感觉他跟大川像一件儿似的？不要笑，谢谢啊。我是赵丽颖老师，高叶老师，刘耀文老师。非常紧张。然后也非常激动，可能紧张占大多数吧。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刘耀文，然后我在电影里面饰演的是韩雨辰，是那个雷老师跟马丽姐的儿子。欢迎。好。好。这是什么？微博之夜，还有这个，我也是金的，你是金的，这是金的，金的。好，好一个魔术。微博年度影响力组合时代少年团，让我们掌声有请时代少年团，捧起属于你们的微博之光，有请。能够获得微博年度影响力组合的这份荣誉，然后感谢微博之夜对我们的认可，感谢我们公司时代通讯，感谢一直以来陪伴着我们的粉丝们。新的一年呢，时代少年团会继续以团体优先给大家带来更多作品和舞台，也希望
新的一年能够多多跟大家见面，祝大家新年快乐，健康平安。谢谢，是队长就代表大家了，还是队长代表大家？频频点头，好的，祝贺大家。今天就快保持好懂礼貌，谢谢。这个四位集合带给我们的不同的感受，来让我们期待。好，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点赞人阿里影业总裁大麦 CEO 李杰，为他们送上鲜花，加油点赞，有请。Let's go！ 拍到了，丁哥。好，站着换鞋。来，儿子给顶个鞋。站起来，来，儿子给。来啊，走了，特别远，那个舞台口。加油加油！好干，耀文站麦站麦。来，我们有请刘耀文。大家好。然后呢，我们的第二十条是一部合家欢电影，有哭点，也有笑点。然后希望大家能够跑到电影院，多多支持我们第二十条好线。谢谢，期待大荧幕相见。我们再次感谢第二十条的剧组主创代表们。决赛的舞蹈，其实主要就表现随性，根据音乐的框架编入了觉得很随意的舞蹈动作，随性和自由的感觉。其实这个动作，怎么说，看似难，其实相对于来说挺简单的吧，只要控制住核心就能做。那这个核心前期需要？练呗。丁程鑫除了需要准备《这就是街舞》第六季队长大秀之外，还受邀参加2024年中国网络视听年度盛典，需要同时准备舞蹈《破阵子》。破阵子这个舞蹈，它就是一个将军，讲了三个阶段吧，一个是战场奋勇杀敌，中间是一个很潇洒，跟将士们一起玩啊，一起就是说说笑笑，谈笑风生的那种感觉，然后到最后是那种迟暮的感觉，就老年迟暮老将军了，对，被白发了，对，是这种感觉。而时间肯定是紧迫的，真的是没有很足够的时间去好好的练习，因为其实每一次自己预留的时间都会觉得特别的充足，但是其实到真正的那一刻，你才会发现啊，自己时间很少，即使预留了一个月，你也会发现你的行程表慢慢哦，我只有这么多天了吗？这么点了吗？ OK。队员相处挺好的啊，挺和谐啊，都挺团结的，挺有爱的。
进去，然后再接什么的，这样。然后大家彼此私下也说说笑笑，啊，一起吃饭玩啊，各种各样的，挺好。当天特别紧张，因为还是总决赛嘛，我场上的队员有六个，对，当天，然后到 battle 的时候，我特别紧张，因为我看到你跟，一川几啊，一川六还是川五，马上就要拿下那个分赛点的时候，很紧张，很忐忑。然后我们这边没有一个得分的，其实一整天都是沉浸在一个很紧张的氛围当中，因为不知道最后花落是谁家。就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啊，没有尝试过的一件事儿，其实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很艰巨的一个任务吧，一个挑战。就从开场舞到最后的拿下总冠军，就感觉像梦一般吧。对，因为从最开始，其实我也有说过，我们这队可能不是特别强的一队。我们从最开始一川五，然后一川七，再到最后的总决赛冠军，其实这一路经历了特别多。先最开始就研究各种选手，看他们第一轮 battle 的时候，会去想他们会适配哪一种音乐，他们会跳控制流呢，还是大框架大 groove， 然后还是 wave， 还是各种什么，他们属于哪种流派。跳思想的，跳空间的，各种各样的，然后再会去想我的队友哪一个在哪方面能赢过他。这一年其实成长了很多，确实是成长了很多，懂得很多，然后知道了很多，然后对自己认知也逐步的清晰了，然后也在慢慢的进一步去了解自己，然后也更能沉浸下心来，慢慢的去做一些事儿，能稳得下来。所以其实这一年，说变化不是特别大，更多的是自己内心的一个消化吧。少年们在结束了本学期的课业及部分外务活动后，正式进入了寒假，前往海岛，开启他们新的旅程。难以置信，出乎了我的意料。导很好，人不太好，感觉得到了洗礼。很累，真的是很累。我说实话，你如果要哭了，你再多待一天，我就真的变一个臭人了。但我觉得总体来说，我觉得还行，只是风太大，太冷了，然后确实饿。这个可能是真的累，是真的很累，就每天就是在爬山下山，爬上山下山，上山下山，真的，哇！我上岛的时候想的是非常光鲜亮丽，有没有想过说是我蓬头垢面的每天？在岛上的第一天经历完，哇塞，就我有一种我暴跳了一天的那种感觉。那真的是一个非常痛苦但又美好的回忆。我们在那个一上那个岛就开始下雨。然后那个整个岛都是潮的，然后很冷。因为上岛嘛，然后建房子这些都看了一些视频，有学东西。但是确实你抵挡不住那个严寒，那个温度急剧下降，我是真的防不住。海风就是从你的帐篷这样
绕一圈再出去。哇，透心凉，我只能说。然后呢，就是最烦的就是啥，太难受了，导让我吃也吃不好，睡也睡，睡也挺好的，睡也挺早的。太累了，主要是躺在那个帐篷里就睡着了。其实我一直很向往这样的一个综艺，啊，因为跟我会跟我现在生活的东西事儿完全不一样，会让我去体验各种各样的东西，我就会觉得哇，很有意思，很有趣。其实，在生活当中，大家没有这样的机会，我觉得是算是这是挑战了一下自己不敢之前不敢尝试一个东西吧，因为那上面真的就是非常的原生态啊，就是啥也没有。我觉得岛多了很多，我什么都可以不用想，就是比起说去录团综啊，感觉更像是放松的，虽然是没有怎么吃东西啊什么东西，但是感觉在那个地方待着看那个落日啊，然后那个太阳就落在那个岛的那个尽头的那个地方，就很漂亮。这段时间过得开心吗？还可以，就是，排了期末排了一个剧，那个大戏，然后你在工作上更轻松一些，包括我自己，就是发个呗，会去尝试更多不一样的东西的。我觉得还蛮顺利的。本学期学校课业结束后进入寒假，杨浩翔全身心投入到自己从这个夏天开始筹备的新歌练习中。那现在还有什么任务？再来首歌就谋了呀，谋了，谋了。我那个时候可以开始学起来了。Why no？ 因为那首歌我准备动编曲就行了。这我都有画面了，就比如说在那儿跳。那整体的设计就绝对不可以有变化，这样就还是按照整体就 sexy 很帅的歌，我以前 get 不到的，我跟你说过一万遍，再来一遍。OK， 那 rap 的感觉是对的。你的情绪很爆哎，超爆哎！你刚刚那个很 OK 吧？很 OK 啊 ，OK， 很有感觉。全部拍进去了啊！我最近真的超级烟嗓，那不是什么好事哦。对啊，但是我最近就声音超级烟嗓，最近贼多痰，但是我没有感冒啥，就感觉就是好像是生病了又没生病的样子。我奇怪。对啊，就是。是某一天感冒之后。某一天就是我鼻涕变多，然后就嗓子就跟糊了似的。最哑了，就一直到现在，一直黏着东西。我对这个 EP 有一个设想啊，就是有点像恐怖电影的一个拍法。我看过一个恐怖电影，我对它里面的一个镜头特别特别那个，特别特别的那个印象深刻。就这个镜头。MCC， 可以的，可以的，你就想好画面了，做了这个概念了，你就好好想想吧。没那么快录吧？至少半年吧。念好，肯定得念好，对。Are ready？ 来，黄明，来。完全可以用。20分钟吗？两小时，我5点睡，7点吧，6点睡，5点睡。那你这样不行啊！你这飞机上还睡了一会儿，刚才上就睡了一会是吧？飞机上睡了一会儿，现在贼精神，还年轻，我早一点看行不行？行，顶得住啊！你是又把自己关在房子里面？你这样不行，不可以这样，要睡觉，我要报警了。
我就说不过他啊，就这样啊。白羊座说不过狮子座的，狮子嘴硬，说不过他。接下来这个练习可能需要站起来了，有没有到位置？来，站起来吧。站起来，我觉得最近发现一个比较好，我高成这样啊。Very easy， 随便。反正就最后一个音嘛。啊！如果是整个人往下沉一下就更好了。吸气。啊！真的很满了，你唱了两个小时。好了，拜拜。拜拜。张哥，今天我们准备去干嘛呀？今天出去玩，休息休放。让我倒着下来，把现在扛过一下。等下我要搁这个呢，套住那绳，别松开啊。嗯，走了啊。妈呀！太夸张了，但确实挺刺激的，把我差点甩飞了都。我拉你啊。你拉得动我不哟？哎呀呀呀，你们转圈圈哟。耶，你们发疯了。Hello。疯了！试一下吧。哎，可以，那个可以，那个有点帅。就要做十分钟啊！我甩晕了一会儿。大学生的精神状况不太一样。哥累不？累呀。你们戴个手套啥的。想自信就往后走。是。但一定要抓好绳啊，有事你喊停啊。我不会被甩飞吧？撒手就出去。你可以往前来一个根也行，往前来一个根也行。你这个太刺激了是吧？我这，哎对对对，脚不能下来啊，哎脚蹬住。最后那个是太猛了吗？对啊，他力气力大呀。你们被甩到了，等会儿。耶。啊！我怎么感觉跟那小朋友不是一个速度啊？呜呼！哇！
不要，可以慢点了，可以慢点了，可以慢点了，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差不多了，我觉得差不多了，就这样吧。哎呦，这个离心力太猛了。啊，这还不算太快啊！这个桃子再往下跑十多公分，这还快。真的假的？不甜，所以说不敢，开得太快了。哎呦，辛苦了哥。没事没事没事，开心就行。不过这还挺好玩的。是挺好玩的。真套圈啊？要不要套？咋套啊？啊？咋套啊？这个。你说你想花多少钱吧？啊？你说你想花多少钱套吧？先给我个预估，好不好？这正常是一般是多少啊？你先给我个预估，我再跟你说正常价，好不好？这预估是怎么预估啊？啊？男人之间好说说。一百之内能挂好吗？一百可以，去套去吧。往哪儿套啊？这过去在哪里套啊？上这儿套了，你这么远，你还连圈都扔不到。还有点难呀。我有这么菜吗？那这是二十个圈啊，这是你买的，你手中是挣的。我真服了，我也想套那个桶，我想套一等奖那桶。那就往上了。好难呀、啊。二等奖也行啊。我这往上套了，我受不了了。我真服了，我不会一个圈还不中吧？这都没套到，好不好？最后两个了。别搞啊！哦，是这个意思啊，我知道了，要这样玩，这两层是吧？再选个啥呀？这啥呀？我拿个这个吧。这个。嗯，哎，黄色的这个鸭子给我吧。谢谢啊。谢谢谢谢。纯送的别人，我找到规律了。最后，我刚一直这样套的，人家别人这样就行。哎，刚那小朋友呢？你能想把这玩具送给他？跑了就算了吧，要不你帮我送过去吧。他跑太快了。你说哥哥社恐，就不去见他了。没有，小礼物，那刚刚那哥哥送你的。谢谢。没事没事。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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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刚才咋送一半礼物又不送了？社恐啊，主要那个姑娘跑，小女孩跑远了，不太好意思追过去送了，但是只能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去干这个。一块吃吧。海亮，原来晚上了。他下午5点就关了。在大冬天在外头吃饭，感觉怎么样？确实没咋这样在外面吃过，因为，但今天感觉这样也挺爽的，不用去考虑各种，这才叫体验生活。我感觉我佐料放太多了，我到了至少一分半分钟。我想继续把手套戴上去。我要中暑啊！这咋夹呀？表示让你高超的技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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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走吧。打开回忆降落。你讲完哟，怎么还老卡棍儿啊？村长说话，往里边开。往右啊，归还了。村长先搞到哪了？
先到地儿再下手吧。好，不行，我要开进去。好的。拜拜。哎呦，这么滑的。今天我们去书店。这两天北京还是挺冷的，我今年开始穿秋裤，可能是马上要开始奔三了之后，这个我的这个身子啊还是大不如前了。唉，还是没有抵抗住岁月的摧残。我其实之前买了挺多书的，书嘛，慢慢看。英语书，拜拜。哎呦，我也买了他的全套，但是还没看。恶行，这什么意思？德国著名刑事律师。我被他那儿陈列的标题深深的吸引住了，什么最畅销的什么什么那些。我也比较喜欢看这种刑事的犯罪的这方面的一些东西。看一下，对于我来说这种书就是没有看文学书那么费劲。对，这种书还是算了，很快就能浏览完的。来吧来吧，我去慢慢看，应该还挺有意思。看，我看了东野圭吾的这个好看，时尚，在飞机上看完的，好像拿手机看的。我觉得电子书看不了，对于我来说看不了那种文学性太强的一些书，它没有实体书摸着有感觉。因为电子书你不知道还剩多少，如果它还剩80页就看完的话，那我可能今天我就说那就把它看完吧。但是它电子书只会告诉你你看了60%，那我怎么知道60%有多少呢？拍电影时我在想的是，当时艺考的时候我不是就说过我对导演很感兴趣吗，所以说想看一看中国古代史。新闻传播什么，这句话说得很对，什么意思？上次看新闻学的书还是在上一次，一点毛病没有。不想看。五折？有没有马哲呀？你这没看到马哲吗？小小的年级第一的马哲，什么墨本西方哲学史？我天，你看我脑袋都大了。不是这么多书，看一下陈明老师给我的书单里面，这是不是太长了？600多页，这两本是1200多页。买近代史，小小的年纪第一吧，我太不要脸了，对不起。为什么要买童话故事？是因为我想挑战一下自己。如果说我能把这本书看完，我觉得我的英语实力
会得到一个质的飞跃。嗯，走吧。Go go go。哎，也算是采购了，真的好看，没骗你。刷短视频的时候刷到了石老师的书，然后觉得石老师的书挺有意思的，然后一看，我天，真有意思，后来就喜欢上了石老师。我看了他一个戊戌笔记，一个病隙碎笔，一个我与地坛，还看了他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那个河的，它里面还有什么他的那种短片，什么足球风声，哎，反正各种各样的。哎，我还专门去了趟地坛，那天是突然想去，就是晚上的时候灵机一动，当时我们是骑车去的，因为我不是有辆自行车吗，然后中途呢下暴雨，当时回也不是去也不是，又没地方躲雨，那怎么办呢？就去吧，暴雨天气骑着自行车在路上狂奔，一边下着雨一边骑车，当时我衣服都打湿了。我们还走错门了，我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那个地方很安静，刚刚下过雨，我觉得空气特别清新。走了一下铁生老师曾经走过的路。多少？好，微信。多少？咋这么贵呢？哪本书最贵啊？那最贵啊？哎，谢谢。这本书要卖400块钱，我实在是没有想到。400，我应该看看标价的。我当时应该翻一下背面看一下的，不然我绝对会换一本。主要是都付了钱了，我也不好意思让别人给我退。那我真得好好看。我其实算是自我转变的一个人。我之前是真不看，我觉得天天对着那文字太难受了，看两分钟我就困了。就是高考的时候就突然发现其实要拓展更多的东西，对，所以后来就慢慢的开始调整了自己，莫名其妙的就喜欢开始看书了。我发现我在不断的接受一些新鲜事物，我觉得我也变得比之前更有耐心了，因为我觉得看书是一个需要耐心的事情。有些东西它前面其实它会铺很多的故事在里边，你要看到后面了你才会啊，就突然这种感觉，所以说你要耐心把前面看完，你才会有后面啊的那种感觉。你会害怕被评价我别在你爱看书人上？哎，我可怕别人说我爱看书了。我也就是这个有点这个兴趣，我也不想别人吹我，也别吹我天天爱看书啊，本来也没看那么多本。我觉得做任何事情它重要的不是说你要做什么事儿，而是在做这个事情当中有没有你自己的思考。你要是只看内容顺完就完了，那其实你就是没看，因为20分钟之后你可能就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对于我来说，我不是为了去记它到底讲了什么什么特别多的内容或者怎么样的，我其实主要的是想看一下作者他对于人生的态度，他对于一些事情上面他的看法是怎么样子的，然后有哪些是对于我来说有意义的，觉得这个是我看这些东西的一个目的吧。其实看铁生老师也是因为这个嘛，我觉得他把这个人呐写得特别的透彻，所以说我就特别爱看他的书。只要你愿意去思考，你干啥都行，你就算发呆都行，我觉得。所以说千万不要吹捧我，谢谢大家。
那个我挺害怕的，我怕哪天你们吹着吹着我就成为那个某站上的那个鬼畜区的一些素材了。对，别哪天我冲浪的时候冲到了自己。对，我觉得不要过度吹捧我，我就是干了一件大家都会干的事儿罢了。然后就是有看到有粉丝在你们去晒自己的阅读记录这种的，觉得看书这个行为会给他们带去一些正面影响。也不一定，我希望是会的吧。我更希望通过这件事情能去引导一些未成年的粉丝，我挺希望大家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去到一个好的学校的。谨慎的评判别人说的每一句话，因为我其实看到很多人都会说那个读书什么的没有用，但是我坚决反对这条观点。哎，我以前也不相信，就是人家说学习是最轻松的，但是我现在也觉得学习是最轻松的。我就希望我的粉丝能够做一个，就是大家都能变成有学识、有智慧、有主见、热爱生活的人。我但愿如此吧。我想到，人世里的波折，其实也和果树一样，有时候我们面临冬天的肃杀，却还要被剪去枝桠，甚至留下了心里的枝叶。那些懦弱的人就不能等到春天，只有永远保持春天的心情等待发芽的人，才能勇敢地过冬，才能在流血之后还能满树繁叶，然后结出比剪枝以前更好的果实。多年以来，我心中时常浮现出那两株枯死的水蜜桃树，尤其是受到无情的波折与打击时，那两株原本无关紧要的桃树，它们的枯枝就像两座生铁的雕塑，在我的心房中撑举起来。我对自己说，跨过去，春天不远了，我永远不要失去发芽的心情。果然，我就不会被冬寒和剪枝击败。虽然有时静夜想想也会黯然流下泪来，但那些泪在一个新的春天来临时，往往会成为最好的肥料。我觉得大家都很辛苦，就大家我觉得今年都做了不少事儿，干了挺多事情，然后也都没有歇着，其实都一直在往前走，出了很多作品，然后大家也一起开了演唱会了，今年也算实现了我们的，哎，一个这几年一直以来都很想实现的目标。觉得其实，就真的想说的，我其实想对所有兄弟们说，就是开心，真的开心，啥也别想，就得开心，然后就是身体健康，这两点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小马你真可爱，小金你真可爱，小苏你真可爱，开玩笑的。马哥就是一直这样挺好的，坚持做自己，加油，你可以的。马哥这种状态很舒适，很喜欢他这种状态。马哥，马哥，我想对你说的话，你的压力不要那么大。希望马哥，就是多向我看齐吧，每天开开心心的。我觉得马佳琪开朗了很多，就马佳琪开始和他们打游戏了。马哥的话就是好好的就行，然后多吃点，我觉得他会越来越好嘛，就是唱歌会更好嘛，因为他今年还发了一批，然后质量非常好，我觉得我就在歌手这条路上有更多的可能性嘛。马哥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很沉稳，非常有担当，会考虑到很多很多的事儿，做一件事他会考虑到很多很多的因素，我觉得是我很佩服的一点吧，就是他遇到问题的时候先会去想，然后再会去感受这个问题如何去解决是最优的选择。对，我觉得这是我很佩服的一点。2023到2024，其实这一年我觉得他做得非常好，无论是出去
外面的一些音综，然后我们自己的一些东西，我觉得他都非常非常的棒。丁哥还是一直都是在很多很微小的事情上，然后在我们都没有注意的时候，他其实就做了很多事情。我有时候意识不到，就是可能你比如说谁的衣服乱了，然后上去弄一下啥的，丁哥会注意的。然后他一注意到，然后我们就开始互相开始弄，经常就是从他开始先做这件事情。对，他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现在没有变过。丁哥，丁哥，我想想有什么押韵词。小丁幼稚了很多。行吧，我们录那个岛的时候，他挺喜欢捕鱼的，又拿网又拿手的。丁哥的话就是，就像现在一样，就挺好的，因为他现在感觉跟我每天过得很开心嘛。丁哥，我觉得就是他也是非常忙，然后今年这就是街舞，拿了冠军，好像恭喜丁哥。你们跳舞也好，学了街舞之后，我觉得丁哥的舞蹈实力肯定也会有相当大的进步，因为在跟那么多顶尖的舞者交流然后学习之后，我相信丁哥也会变得越来越厉害。丁哥感觉一直在进步。丁哥也今年面临了特别多的新挑战新困难，感觉他压力也蛮大的吧，就是但是他都能做消化得很好，就是也希望他之后能够越来越好吧。阿宋我觉得一如既往的可爱，我很羡慕的一点也是他能永远的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不管外界有多么的叨扰多么的纷扰，他始终会保持着自己那一颗纯真的心，每次看到他都很因为自己就会很开心，然后对着你憨憨的笑，你会情不自禁的忘掉每一天的一些烦恼，每次看到他我就会啊好温暖。我就觉得小宋今年变得更有自己的想做的事情，他其实一直都是这样，但是之前一直都没有很想表现出来，然后我们也一直都很担心说他就是不要说都可以这种话，你要说我就想要做或者是不想要做，就这样子会让我们更有判断力。然后发现他今年就是会有自己很想做的事情。小宋也有很多不少的成长吧，今年其实也接触了很多新的东西吧。阿宋今年也特别特别的好。亚轩的话也是今年有一个音乐的综艺嘛，是我觉得他肯定唱功会有很大的提升，然后也确实感觉长大了，能够独当很多面。觉得宋亚轩突破了很多，就是不光是在自己很热爱的唱歌上，然后更多在生活上可能会变得更有自己的想法跟主见。虽然感觉平时还是那种莫名的那种蠢蠢的样子，也不是那种蠢啊，就是那种好像啥都不在意的，但是他其实内心会有新的想法。我觉得这就是成长的一部分吧，就是变得更有自己的，就变得更像他自己，我挺替他开心的。我自己的想法了，挺好的。然后小宋的话就是觉得多吃点健康的食物吧，少吃点零食。对，耀文这一年每次看到他的时候脸上都挂满着疲倦，很明显感受到肯定是有睡不好的时候，还是希望他能好好的休息。所以我觉得无论是用哪种方式都要尽快的去调整好自己的身体，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状态，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小文文今年也尝试了很多东西，也做了很多很好的舞台和歌曲，他敢想的他就敢做，每次看到他都很跟他一起有股冲劲的感觉，很敢冲的一种感觉。要不然我感觉他今年就是我也看着他
因为摇滚其实有的时候他会他的情绪会那种忽高忽低的，然后突然就变得特别开心，然后有时候又变成突然丧，就是我觉得可能我十八岁时也是这样的，挺正常的。但是我感觉最近就很好，整个人有一种那种很有活力然后很有干劲儿的感觉。然后聊文希望希望怎么说呢，希望一直停留在十八岁，然后一直跟我继续打打闹闹。对，就是他也演了人生中第一部电影，成长了很多。耀文今天是演电影了吗？对，就我觉得可以，他可以继续尝试尝试这方面的东西，然后多去尝试一点不一样嘛。我觉得人生就是在于一些新鲜的尝试，不断的去挑战自己，不断的跳出舒适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东西。小刘也是啊，他不是新电影嘛，就是觉得他能越来越做得越来越好吧。就他这次新电影有一个好的成果吧。然后张哥就是这种，就是不管我们怎么开玩笑，或是怎么大家一起怎么聊天，然后张哥总有自己的那种，一句话出来，然后大家都可以，笑得很开心。有时候经常看到张哥就会很放松，很轻松，在他面前觉得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可以做，互相这个捶捶打打之间加深了我们的友谊。不过其实男生之间互动的方式其实就是这个，就是有的时候会捶你两下，拍你一下。张哥感觉放松了很多，特别是今年这一年，我感觉他放松了很多。我觉得张真源勇敢了很多哦。为什么要这样说呢？那是因为我觉得张哥在上完奔跑吧回来之后力气又变大了，力气变大了之后呢，我就觉得他在很多事情上又变得敢于去承担，敢去担当了更多东西。张张，哎，张张，小张张啊，我觉得张张越来越可爱了，就感觉他越来越外化。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觉得小张张越来越能表露自己了，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就感觉他内心的东西会向你表露了，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开始。然后今年张张也参加了一个奔跑综艺，我也有看，我觉得游戏确实厉害。这只是一个开始，一个小节点，未来会有更美好的路在等着你。然后我也希望在未来能够听到你更多好听的歌曲，然后自己再多编编舞。对，主要就是多跟我们再拉近一点距离就好了，多来别墅玩一玩就好了。张哥就祝他每天开开心心，希望你单挑单挑的过我。哦，张哥今年去跑大了，张哥继续加油，继续努力，然后我也是继续努力。也希望张哥就是不要熬夜了，因为张哥挺喜欢熬夜的感觉，虽然我也喜欢熬夜。小浩翔他有自己想做的东西，然后有自己每天的规划，他每次都会给我聊他的未来，他想做什么样，他对团体的一些畅想。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想法非常有思想的一个孩子。对，还是年轻，敢想敢做敢拼。浩翔也是得多注意一下休息，他也是属于非常表面非常看着很高冷很刚，其实他是一个很爱撒娇的一个小男孩。他每次一旦有想完成的事啊，他都哎呀就不停在你身边撒娇，想让你无论是让你跟他一起玩啊，无论让你跟他一起就是办一件事啊，怎么怎么他都要撒娇，每天都撒娇，是一个很可爱的小男孩，就是在你身边像小弟弟一样在你身边绕来绕去啊，每天都是哎呀这样的感觉。翔哥性格就是该咋说呢这个咋说呢，我想一个能播的词儿。傲娇。
哎，这个可以，但是他一直都是这样，但我感觉今年更甚一点，就跟星座有关系，我觉得可能，就是他的那个想法一阵一阵的，你知道吗？他有的时候想干嘛，他就必须要那会儿就要干点什么，我觉得这种感觉也挺好，因为我反正做不到。然后翔哥就是他那一刻就是干什么，突然就要干，然后每天就感觉就是很开心，然后沉浸在自己的敲敲打打中，因为有时候你们不跟他生活在一起，你不知道，翔哥有时候就是他会这样，偶尔会那种。就这样脚一直打节拍，然后在车上或是一直在敲那个门，我都理解不了他到底在干什么，但这就是他的方式，你知道吗？很好玩，很有自己的那种喜好，我觉得这种人真的很有意思。主要人就是现在就也挺好的，就现在就挺好的，开心最重要。小严，杨翔，你想想，希望杨翔一直这么潇洒下去，一直可爱下去，然后继续闷骚下去哈。小严，我觉得他今年出歌出的比较多啊，然后就是也有去录综艺啊啥的，他有在自己去消化自己的一个工作，然后自己去创作，自己去弄好自己的作品，我觉得这种是很好的一个工作氛围吧，工作进展。对，我觉得咱俩出的那首歌也还挺不错的，然后小严也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人，挺好的，就是有时候太欠了，但是性格是那样的，可以理解，我是一个很包容的人。看一下人，他跑了那么多场学校的汇演，实践了很多，在这一年也取得了很多的进步，都在这种实践中啊，掌握到了方法论，很棒。哇，小贺这一年可真是，感觉他变化的不是一般大。小贺的话，今年也有非常非常多不一样的身份体验。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大家都在不断的跳出自己的舒适圈，去挑战自己，去尝试很多的新鲜事物，我觉得非常棒的一个东西。小赫赫，他是一个非常有自我想法的一个孩子，他知道自己的一个宏图是什么，所以他一直朝着自己既定的目标在前进。他想做什么，我们都支持，然后我们也都看在眼里。有些时候闲暇的时间，就会看到他自己在那儿，做口部操啊，然后做作业啊。然后练习各种习题，看各种新闻，被各种证实，我就觉得啊，就会给别人一种动力，就会感觉身边会有一个人拽着你走。很多时候我们会录很多口播啊、播报啊，各种多音字啊，各种各样，我们一不会我们就赫尔，这个怎么读啊，赫尔就说哎，这个这样读，就觉得我身边突然也会一种其他感觉的安全感吧。对，小贺我觉得他一直都很冷静，他一直非常的冷静，就是在默默地做好自己的事情，反正他挺有自己想法的，按着自己想要完成的那条路或者是方向，然后努力就好。我知道他一定能做得很好，因为小贺一直都是这种，就是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得都很好，而且也很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贺的话，就感觉他因为还有那些什么要准备各种各样的论文啥的，我说他怎么这个学期就开始写这种东西，然后我觉得他挺辛苦的吧，也挺努力的。不知道他有没有压力很大，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应该还好，因为他跟我一样喜欢出去探寻美食，我觉得这就是一种非常舒压的方式。然后也是希望小贺在学习和工作的过程中也能好好的让自己放松一下啊，不要每天那么紧绷。小贺很久没见了，就是上学时期就很久见不到，因为小贺跟我们住得很远嘛。对，希望多来看看我们，坚定自己的目标，注意好身体。希望新的一年2024年大家可以依然去
不断挑战自己，千万不要待在舒适圈里面。虽然说那会让你觉得很安逸，但是我觉得人生那样子没有意思了。对，就是看似这些就我说的都非常简单，但是确实就是我就是天天咱们七个就在一起，真没啥藏着掖着的了。就该说的我之前都说过了，现在剩下的都是我真正觉得非常重要的话，就是开心，及时行乐。1月31日，宋亚轩在生生不息嘉年华录制结束后，进行雾化处理。请继续。感冒完之后，然后就开始咳。本身前两天都好了，结果昨天到这儿就加重了。对，先减掉吧。好，谢谢。痛不痛？不痛。来了。好，又看到一个弯弯的针头。对，之前小马老师对也给过了。他这样就不用再弄雾化了哈。雾化还是做吧，还是要做。有咳嗽就可以做雾化。OK， 没有关系，一直做吧。对，我的量给你打一点。冲吗？还是打进去？就是相当于滴在声带上面，让它吸着。滴在声带和你周声带周围的区域，让它强行消肿。现在肿。嗯。没关系，不会碰到你的，不会扎到你的，没有扎的感觉。不会戳在肉上。对。它只是一个水滴下去，扩散。你发高音发得出吗？什么高音？就是你自己唱歌的觉得发高音可以吗？还是后面是唱歌，还是主要是讲话？唱歌。你现在说。对，吐，可以吐。吞掉也没关系啊。吞掉也没关系。对，没关系，刚刚有点不习惯。哇，对，不用紧张，不用紧张，放松。第一次可能都会有点不舒服，对。轻轻的说。加油！你看，换气。没了，恭喜！Nice， 优秀。他这个也忍不了。忍不了。对啊。会一直刺激。然后老是频繁咳嗽的话，就会对声带产生刺激。明天会好吗？明天会好一些，然后你把那个药用上，然后是明天下午录节目是吗？对。明天上午最好还能点一次药，然后那个泡的药，3号4号今天晚上就要煮着喝。2月2日早上，少年们落地长沙，参加湖南小年夜春晚。来了，在招聘。小马牛。在化妆间待麦，马上上来。没事，你吃吧。吃两口吧，不然没抵抗力了。那把那个道具给他们吧，他们把要变对。来，魔术老师，快点，我们抓紧时间。咱们丹素老师准备啊，丹素老师准备。这个是哪一位？第二位。小丑。不是小丑，你老小丑干什么？现
拿着，你先拿着，来，拿好啊，拿好，最后一位，注意啊。来，你们先拿好道具，我告诉大家一会儿道具扔哪。来，春剑，拿好你的筐。你别变了，那你们现在都是什么？没我就厉害吧，他这个是。来，各位老师，来，各位老师看一下，一会儿我会在这个，我们同学会在这个思强老师后面，就是你们那圈的过程当中一个放一个筐，你就拿来一个人扔到筐里，来一个人扔到筐里，好吧？然后这个就是你啊，来来，盒啊，每个人拿完以后东西点完，扔到这个盒子里面，好的，好吧 ？OK， 你稍微给他这边有点距离。哦，你过不来。OK， 我拉你，来，这个慢慢。来，道具准备，尤其是羽毛啊。来，每个老师，咱们那个变成斯坦的时候，表演你们那个魔术的时候，站在这个蓝色的地标地方啊，尽量不要站偏，好吧？OK， 来吧。好，就卡。对，就刚才其实前面的没问题，一下这一下子张力就出来，中间都非常好，中间都非常好，非常棒，非常棒。来，再来一遍吧。我们第二首歌要披到外套，大家，然后这个结束之后是一分钟的串场时间，大家去那个台口呢，从上场口呢去脱外套，脱外套，脱外套，然后脱掉就好了，一分钟时间啊。难吗？就是在台上脱就行。哎呦，好，好，好，明天你就这么干啊。那孙轩怎么办呢？我站的这个位置你看到吗？那今天晚上给我们安排画左的后方。我跟你我在主持巨大画左，那明天要上台怎么办？他去画右，对不对？他现在39度多。那我们统一一下。师傅，一开始你们盾牌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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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盾牌往这边来，是吧？你竖排是吧？对，第一次你们那个竖排，就是你后面接的是贺峻霖嘛？你要把这些唱完了再走。对，我是突然一学，然后看清楚，然后你就抛开，哦对，没了。辛苦辛苦老师，来我们下一个节目的走台，辛苦。师傅往上升。两个都可以做。生生不息嘉年华录制结束后的宋亚轩赶来和兄弟们会合进行联排。现在流程，好吧，前面。
那个变魔术是你的一个圈儿，一二三，然后是你站，对，然后这样走一个，走一个，对对。OK， 来吧，一块儿上吧，一块儿来吧。快速搭上几个绳，漂亮，完美。这别停太久，直接甩在身后。哎，可以，往前一递，往镜头前一递。嗯，哎，就飞了。OK， 好嘞，就这些。好，辛苦了。OK 了，那一会儿上场前再帮你准备吧，好吧？好嘞。毕业了啊，毕业了，来。毕业了。走吧。好，坐坐坐。没关系，中间有一个广告，现在还在互动，做完一个广告，然后先上道具，咱们。二月三日凌晨，湖南小年夜春晚联排结束后，宋亚轩前往医院继续接受治疗。今天白天早上八点，我给他吃一颗泰诺，然后下午感五六点左右我又吃一颗泰诺。嗯，可以。然后觉得嗓子痛呢？痛。还是痛，嗯，主要他咳，就是遇到的在室内可能咳得轻一点，一到那种凉外面，空气刺激，一直咳咳咳咳，咳得比较严重，他就控制不住，有痰吗？没有，干的。听说你咳了很久了，对，咳了大概多久？半个月了。有做过什么检查？对，当时是感冒，感冒完，感冒的时候不咳嗽，感冒完开始咳，哦，然后前两天在北京的时候都好了。哦，然后前天到了长沙之后又开始，嗯，因为最近长沙降温的比较厉害，然后就对，可能就比较厉害。昨天打了针，今天觉得怎么样？不管什么。哦，那还是有效果，再接着再继续打，
再打一次吧。今天换了一种，这个是墨西沙蟹，然后如果大宝他有痒的话，你就跟我们讲，痒或者这里有这么严的痒，出现红的。我是那个紫色的，我记得清清楚楚，绝对是雪份的。如果不是这个紫色的，我就还给袁姐。爱心谁的？这是谁的？这是谁的？大家要读出来手中拿到的啊！这么中二吗？看看是谁的。我这里面怎么还有石头啊？我觉得是这个紫色的。妈呀，摔炮！是摔炮吗？是摔炮。那是香料，哥哥。这个好皱啊！哎呦，好有年代感。你写的啥？我写的第一个万人演唱会。我也有完成哇，马哥好棒啊！然后自驾游没有什么有考驾照没有还有马哥有新歌有你有了有然后粉丝朋友们驾照考了他没考健康平台还挺搞笑的酷对我第一个开有了演唱会有了然后每个人吃好喝好玩好玩好了，睡还有睡好，睡没好。新年开开心心，每一天，然后出去旅游开心，然后希望爱我的人，我爱的人都一切顺利。希望所有美好围绕着大家。然后最后一个跳伞，我的驾照好没完成，差点。对，可怕可怕。阿轩，我的是注意身体，身体健康。可以，这个算是完成了。有的。第二个。照顾好自己，不要着凉。是呀，对。你快给人家吃了。演唱会啊，第三个是演唱会。对啊，对，台湾人演唱会。这个就不念了吧，这个考驾照。确实。对，就不念了。那就不要考驾照。对。跟新歌一样啊。有了。首先我是新歌有了，舞台也有了。好棒啊，耀文。我还写了个你们。你们也有了 ，OK， 你们有，然后舞台所有的人的观众啊，然后身体健康，开心最重要，兄弟一直在，越走越好，站上更大的舞台，万人演唱会，然后考上大学，哦，考大学没考的，这个还没考，你看开心哥从去年就开始开心了，快，谁开心？我是行乐哥，行乐哥，乐子哥，对。与所有朋友真心相待，哇，我好真诚啊！
做到了吗？做到了呀。没做到吗？不知道哦，不知道哦。二，这个就不念了，念念太私密了。念一下呗。念一下呗。没有，这是提升自己能力，说要从最简单入手。看一下，你说。但是就不告诉大家。哎呀，我多念了，你干嘛？真诚相待第一条。身体健康，平安快乐。不是，真诚相待。真诚相待。哎呀，创作创作哦，不要松懈。嗯，松懈了吗？那你在能力范围内让自己变，怎么写的这么真？我自己变得更强大。第五个，不要局限自己，但学会认清自己，真正做自己。哇塞！第六个，多一些更美好的瞬间。哦。第七个。哎，啊，第七个最爱的人都平平安安的，最后就是与心心念念想见到我们的人都好好见一面。OK， 真诚的，太好了，真诚。我是一开演唱会完成，二好好上学，多沉淀自己，我觉得还行。三认真写歌，多尝试不同的风格，还行哈。第四健身别懒，也还行哈。五驾照也考到了，完事儿了都。哇，好像这是目标型的，目标型的。今年就我就是务实一点吧，其实还是。对。哇，小哥要念至少十分钟。张哥这个不是二十分钟，怎么就念了这么一点啊？张哥真诚。我有一个是把驾照给学了，但是虽然现在还没有考完，但是想两天之后我将会拿到驾照。真的啊？对啊。可以坐你的车。当然了，可以做你的猫。两天。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要干什么呀？我这是脑子没反应，我真是真诚相待，别删不了，真删不了，真诚，这是真诚，这是他的真心话，真心话，张哥的真心话，真诚，真诚，这是张哥的真心话，真诚哥，真诚的那个。哦，干嘛呀？真诚，好真诚呀！下一个是希望之后能过一甲，但是现在一乙都还没考。我觉得快实现了。希望可以开万人演唱会，实现了。然后希望可以和很多见面，也实现了。然后希望所有人都能健康开心，也实现了。然后希望冲一下奖学金，也实现了。然后就驾照没实现了。快乐时间哇，小贺，今年去年的都差不多了，那我们讲今年的，今年好吗？今年5场演唱会以上吧，50，我能说开18场，差不多5场演唱会。不管，我不要去。今年会重庆开吗？今年在重庆，每场都在重庆。还想回重庆开？还想回重庆？可以。我美了。一如既往的给自己这一年定了4个大目标，然后看着完成嘛。OK， 写完了，都写完了，写完了。叫第四个开心哥，对啊。因为第四个是我真的想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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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吗？不念吧。明年念，明年这时候念。开心哥不能这样，开心哥不能这样。黑色幽默，幽白，幽美，幽美。那我要丢一个呢？好了，写完了。多喜欢呀！干啥？吓我一跳。My name is 开心哥。OK。老了，okay， 太愣了。来，写，我给你分享一下我的愿望。我愿望是希望张俊元这次王者表演赛能打过我吧。什么叫能打过你啊？我再加一个。干掉。哎，那我也加一个。叫 Say My Name 吗？叫 Tell Me Why。干掉。名字都记不住。哎，你没放心上，干掉 SDG， 你放心上了啊？干掉 SDG， 因为他们是时代给你嘛。我想起来了，先把静说了，然后再说一个赵云。Let me talk， 永不团灭，好吧？那只能说 SDG 永不加班。哦。Let me talk， 永不团灭。打完第一局只剩一局。怎么说呢？被我们0-3轻局。
哎，这种东西我写的肯定都摆在可能两局就赢了。所以有可能只需要打两局。对啊，人家让我们打个尽兴一点，只不过确实实力悬殊。来，二一，祝大家新年快乐！三二一，祝！为什么脑海中突然想到了私奔那首歌的画面，刚私奔的时候，对，就是当时那个气柱一下子上来，感觉就是很震撼，怎么说，真的假的私奔啊，我一想到就可能会是澳门演唱会的，对，那些舞台的一些画面，大家在下面呐喊，然后我记得当时我们还说，间奏的时候还一直讲话，就说谁是最幸福的人呢？好尴尬呀！我看演唱会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就是情绪，就是维持的最久的时候，因为那段时间就是我每天提心吊胆的，是因为我得感觉我得保持那个状态，直到我上台。在那个提心吊胆的时候，我就是我每天绷紧那个度。其实是非常难受的，但是也会让我非常难忘，因为那段时间跟兄弟们一起练习，
快快乐乐的吃啥吃喝，就非常开心。我觉得就是刚才那只烤全羊，就虽然没有像演唱会那么盛大的画面吧，但其实这就是我们的日常。刚刚他们拉我跟他们打王者荣耀的时候，现在都不叫打游戏，他们说那是训练。我们日常就是这样，就大家就是围着一起吃东西啊，拍一些非常奇奇怪怪的很好玩，然后别人可能看不太懂，但是我们自己乐在其中的东西。在海边就是又去了一趟海口的那个海边，还有我们在海边在借石头那个地方，然后说了新年的一些小心愿。可能你提到这个，我第一次瞬间想起这个。记得去了两次，今年一共，然后就是23年跨到24年的那一天去了一次，然后就是海口演唱会的时候去了一次。我记得再上一次是我们19年到20年的那一次，就是莫名其妙印象深刻嘛。画面很深刻，虽然很黑，但是很深刻。我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吧。嗯。那面对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年，有什么新的新年的展望和祝福吗？希望考到驾照。上一年是不是也是这个？啊？上一年也是这个吗？好像是。哦，我天。这一年还是。对呀、啊。希望能够出作品，不管是团也好，还是我们自己也好。我觉得我就希望自己这一年能够多出一些歌，然后多出一些作品，有好的剧本我也选择去拍戏，在各自的领域都有更好的发展。希望多开开演唱会，多跟大家见面。觉得演唱会吧，是我觉得我从艺生涯最重要的一个事儿。我觉得多开演唱会是一个我们拉近距离最好的一个方式，所以如果今年24年可以多开几场的话，我非常愿意。今年的展望就是开更多的开演唱会呗，就是尽量多去跟大家见见面，然后多去到大家所在的城市。展望就回重庆开一场吧。我的愿望是24年让自己开心一点，我能够跟好朋友们一起去天南海北旅游，快乐活好自己吧，怎么开心怎么来，然后希望大家也能这样。我和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人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吧，啊，再加个快快乐乐的，但是很简单，但也很就是说简单也不简单吧。因为天天开心这四个字看似很简单，其实要做到天天开心真的很难，因为到成年人了，成年人的世界就是很纷扰，所以希望自己少一些烦恼吧。哇哦，什么啊？哦，给我的。哎，我记得之前也送过一次，是吧？对啊，平安喜乐。哇哦，我喜欢这四个字，我也追求这四个字。我希望我的家人、我的朋友都平安喜乐。哦呀，这是一个什么？是这样拆吧？那这一年我们都也辛苦了。应该的。什么？拿都拿出来了，还猜啊？我是小孩，我猜了，我猜了。那既然你考得这么不错，什么小礼物？不会是时代少年团的礼盒吧？那不能是，时代少年团的礼盒得你送啊。这是啥呀？这是这一年。谢谢你们，财源滚滚，福星高照。我看一看，怎么拆开啊？这个。让我看看是什么样的好东西。好，在今这一年其实能感觉到你非常的幸福，因为节确实很多节目也做了很多事，然后我们上甚至有一次是赶回北京考试。哦，对，那个死亡行程真的好恐怖。考完了你再去回去，然后那天还下大雪，我不知道你记得吗？最后那一公里路都堵住了。妈呀！哦，对对对，路都堵住了，只能跑的，然后去赶考。你拍了没有那个？哈哈，太夸张了。所以呢，我们也给你买一个。妈呀！妈，你看看啥呀？万福金安。妈呀，这啥？咋开？直接撕哈！哇，这什么东西啊？
哇，这么大，这啥呀、啊？这是直接撕吗？包的这么好看，不太想撕了。啊？你可打压是吗？这啥呀？这每个人都有新年礼物啊？都一样的吗？当然不一样。我想看一下是什么啥。这个结结太死了吧？现在拿剪刀啊！爆我一脸！啥呀？别整蛊吧！完了，我拆烂了包装。但是我觉得拆烂礼物是一件很奇怪的，很不……你看，越来越烂了，啊、真服了。没事，就是一层包装纸而已。最重要的还是礼物的本质。谢谢，平安喜乐，这个祝福也很好，也是需要给到我也给到大家，希望大家都平安喜乐。对，还是这么拆吧。坏了，平安喜乐碎了。没关系，岁岁平安。现在确实长大了，感觉你们拆礼物变得拆得很细致，比较冷静的拆礼物，没有那么毛手毛脚啊。看看是什么？哦，这个是。啊。谢谢，哦哟，现象，厉害，嗯，谢谢。啊，其实大家都很辛苦。这是什么？护腰的吗？哇哦，真的，哇塞，太需要这个了，特别是上次。这录街舞做了7个小时，真的是给我做累了。这个金腰带，有心了，谢谢。对。可以可以，谢谢，也希望大家天天开心。呜、哦，让我再舞。哇哦，这是真的蝴蝶标本哎，真有心意啊，你们真是太会找了。哇，那肯定得继续努力啊，那不努力没饭吃了呀。这是什么呀？台灯吗？啊？这是个什么东西啊？哇塞，茶具啊！我刚刚我回家的那个电梯里，我闻到那个我的那个邻居在煮小青柑，可给我馋死了。喜欢喜欢喜欢，这是可以点。哦，哇塞，太棒了！哦，茶壶，哇塞，太可以了。哦，哈哈，可以可以可以，谢谢谢谢，很喜欢，很满意这个。什么呀？什么？什么东西？可以放白噪音的香薰机。白噪音？对，就是哎呦，哦，说助眠用是吧？是，这个好使啊！我看看，哇，这么红，这是个啥呀？哎呦，你们给我送了书啊！好好，可以，《人间词话》。王国维的
好好好，那个怎么说呢，就是不知道，肯定很多人说我看书是装，但是其实不是的，主要我也不知道这玩意儿有什么可装的。我也打游戏，我也看书，我也运动，对，我觉得这些事儿都不冲突。所以说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就也希望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个生活方式吧。然后也谢谢就是我们的 staff 送我的这个新年礼物，也就祝愿大家，也算是给了我一个新的任务吧。呜，哇，我喜欢这个按摩枕是吧，可以在飞机上睡觉了。哦，确实是好， thank you。 这个可以按摩吗？真假的？哦，真的按摩。活动结束后，全体成员回到北京进行新歌的舞蹈练习。